问你就是，你来你们刷一下，你们想让他选一下的名字，他们想叫小黑粉儿，还有啥？小黑粉条。磁铁、美妞、万人迷、万载小馒头、椰汁、秀住了，万宝路上，眉毛，要不你选个吧，雏田，要不你选一个吧。都挺怪的，都挺怪，牛肉干，万人迷，陷入了沉默。就是你们让我进行了尬聊，我现在很尴尬。你管他小馒头好不好？我觉得万能小馒头挺好吃的。咱们换个话题。换个话题，他还在。有多少人啊？我看不。